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Kevin Go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这里就是喇沙利道六号城林，有一个优质两房的楼盘要介绍，我们现在一起看看。大厦总共有79个单位，分层单位一梯六伙。今天我们介绍的单位就是 A 室，实用面积是420尺。单位附设露台，我们从露台那里望到出去，景观就是由卫生防护中心的一带，一直去到优美翠绿的树景。这个就是发展商保留的开放式厨房设计。单位是属于两房的设计，主人房那里还有一个特定的衣柜位。校网方面，物业就是属于34何文田名校网，而且邻近喇沙利道名牌学校一带，方便家长接送小朋友上学、放学和温习。楼底这么高，摆放了杂物也都不会觉得局促的。浴室就是保留发展商的收楼标准，摆放杂物的位置很充足，而洗衣机就摆在这个位置了。今天就介绍到这么多了，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的话，就记得留言、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了。拜拜。